今天去吃饭，那个妈主播赛评组一直市长要不要吃这个？市长干妈的，我怎么变市长了？这城镇现在是真的太和平了，但是。但是我的身份就不适合搞事哦。不行啊！后面这三台车是谁的啦？我车去拦一拦啦，弄成这个样子能看吗？哇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怎么三台绿色的车子啊？你们明天结婚礼啊？大家都要改绿色的。是我的 ID 准备的。明天那个啊。我看到不是绿色的车子，我马上把它炸掉。就全部绿色的。我听不到你讲话，阿福。空中英语发泄。旁边我们掉下去了，后面掉下去了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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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去救一下，从后面一丝。哇哇！你是说绿？哇哇哇！大姐，我要拍了。完了完了！我要拍。记者赶快下去拍，下去拍。记者赶快拍。我再拍了。各位朋友，你们小心吧！喂，我们是去参加跳伞比赛，不是那个日月潭什么的。现在我们不是铁人三项啊，各位。啊，这个是怎样？罪魁祸首，要不要先出来？怎么回事？阿胖你好绿哦，阿胖。你已经不是绿色的。喂，是的。这是我的幸运色了。你怎么连脖子都绿色？哎呦！不要伤害光头好吗？虚的，什么脖子？橘色还有两个位置哦。绿色还有两个位置吗？哇！哇靠！救命啊！他们要爆炸！他们要爆炸！他们要爆炸！这个他太危险了。这个绞肉机干嘛？啊！你说你会开？救人呐！超混乱，场面异常混乱。走了，山上哦。喂，我怎么下来了？哎，怎么有？这时候我下来了，我没有按东西啊。现在我们先看一下终点啊，我们终点是朝我这个方向看，有一个红色的，有没有？红色的过去哦，会推下去。红色圈的四方有没有看到？亮亮的四方。有。好，待会我跟政府会过去那边看谁是第一个跳下来的，然后第一个最快下来的，在那个圈圈里面的，然后还可以平安无事的，就是第一名，好不好？都有看到哈，第一个哦，我们比快的哦，要又快又准的哦。我先下去，那我先下去，你先讨论一下，我先下去。龙斌，你需要先那个先安搞好那个场面的秩序。你先对，你先回去，你先把场面秩序弄好。不是啊，我海啸了啊！哒哒啦哒哒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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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。我们市长还要自己配音。等一下，还没走。好，比个赞啊！面对我比个赞啊！哎，可以吗？鬼岛发大财，教官也凑一下。鬼岛发大财，反正有逃跑路线都好说了。剩下前面逃跑路线是我跑了十种路线最稳的，也是最快的。剩下怎么抢怎么压，就交给黑帮吧，黑帮应该比较有经验。我就负责跑嘛，啊，这里也是啊，这里啊，这个点啊，这个点可以降下来。还有，市长头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市长你怎么也来了？你怎么也来了？啊，我看人家要抢，我先观摩啊。我也在观摩啊。我就在。我看人家抢过两次而已啊。我就想看他们他妈到底怎么抢的啊？到底是谁他妈胆大包天要抢银行？他怎么都没了？对面有一个人。市长，你看我面具。
我都想好怎么穿了，全部都穿一样就好了。对面有人，对面有人，看一下这是什么。靠，警察已经在上面啦。那个是局长哎、欸。局长，你有没有那个棒球丢他、啊？你有没有看到局长？笑死。哎、欸，市长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、欸、啊，如果是我们被抓怎么办？啊，什么叫做我们被抓？啊，我们来看戏的，啊，我们被抓怎么办？靠，我们来看戏为什么会被抓？啊，他怀疑我们是在抢劫的共犯啊。那怀疑也不能抓你吧？你就在这边发呆也会被抓，太夸张了，最多回去问个话而已。等一下，市长。如果是我错觉就好了，你跟我来。哎哎哎，你干嘛？要求举高。你们两个这边干嘛？聊天的。你是？警官，警官，你看。警官，你看，你看那个风景。我们接到线报，太平洋这边会有一点事情啊。我们也是看到暗网啊，想说到底是谁这么胆大包天？而且我们还有看到局长就在对面，想说到底是谁敢抢啊？哎、欸，市长，你都没有听到吗？听到什么？那个脚步声啊，看那个。我都听到啦、啊！你怕什么啦？你又没有做，你没有做，你到底怕什么？你是心里有鬼是不是？不是心里有鬼哦，是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哦。怕屁哦！我连动都不想动，你一直叫我走。